过其他的一些投手就适时的来安插。这球打到了右半边方向，右外野手要赶快来追，但是没有扑到，目的是形成了安打。那这样子垒包上的跑者要回来，而且打者现在要来闯三垒，这一球的一个回传 take safe 三垒安打。林晨飞快马加鞭的跑回来得分，让乐天桃园攻下了第四分，这是陈静的一支三垒安打。